是1949年9月1号，我陷入这地狱，已经743天。皮鞭、竹签，谁能证明我的血是红的？今天是9月2战有导神，我从福建前线接到参加27舰团的命令，听信大师圣命，解放全中国。我是9月3号，还有三天，不管是完成四级。我是妈妈回忆的人，蒋介石囚禁12年的杨虎城将军及其子女，以及更多革命志士被军统特务杀害，拉开了重庆屠杀的序幕。
改天换地的巨变。经过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政权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国共双方在西南重镇重庆展开了最后的较量。徐霞，你怎么了？情况紧急，他们要对豫中同志采取极端行动。什么？必须马上通知党城，尽快营救。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尽快查清他们被关在哪里。好，保重。情况怎么样？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被关在哪里。那我们必须自救。是的，越是越是找到。
放开他！放开他！他只是个孩子！放开他！放开！放开！冬儿，让妈妈看看。妈妈，妈妈疼。林子晴。妈妈，你起来。你大哥要见你。张开，金秀琴。金秀琴。你怎么样？没事，我没事。凤娃，去跟叔叔玩。嗯。来，凤娃，叔叔给你接蝴蝶。蝴蝶？妈妈，我今天看到了一只蝴蝶，飞得好高好高。凤娃，等你长大了，也可以自由地飞。云霞，子杰，你还好吗？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你大哥还有家里人都很惦记你。三弟，你受苦了。母亲在世的时候最疼的就是你，我也是处处的宠着你。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林长官，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省被私领，对我这个共产党，您心里也会难受吗？别这样，子杰，跟大哥好好说话，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能安全出来。林公子，你说你一个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家财万贯，有钱有势，又有这样的大哥，放着大好前途不顾，去跟着共产党胡闹。子杰，我知道是我对你不够关心才让你误入歧途，可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家里人想想吧。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向无尽的在天之灵交代？我也想念家里人，可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让更多的母亲不再伤心，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太平，是为了让中国的未来不再有压迫。我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理解我的。林公子，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被共产党蛊惑，老婆今天你就可以回家了。江爸，我们可以回家了。那就多谢顾处长了，子杰他年轻气盛，也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等一下，李公子，走之前履行个手续，在这份托党声明上签一个字，以免今后上访追查下来。对对对，子杰，就是走个形式，签完了我们就回家。签字？不可能！大哥，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告诉过我，你说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让天上的百姓都过上安定的日子，可现在你看，你们要维护的那个政权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战乱、饥饿、贫穷、腐败。大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给这个民族带来希望。今天你们即将彻底失败，如果你真的想对得起母亲的在天之灵的话，那就放下屠刀站到我们这边来。放肆！你懂什么？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死我不怕，我怕的是我的灵魂沾上污点，我怕的是我对信仰的背弃。大哥，子杰会永远铭记大哥对我的关爱，跟咱们志不同道合，多说有益。送我回沙宋吧。你Thank you.
们要干什么？你们对吧，放开我，自己能走。Thank you.
给上级党组织。我要穿上漂亮的裙子，再拍张照片寄回东北老家。我要继续开厂，为新中国垒更多的根。我要做一名园艺设计师，在大街小巷都种满鲜花，让重庆变成一座大花园。我要上学堂，可以背上新书包。好啊，多好的梦想！你们共产党是胜利的，可你们未必能看得到。签了自白书，你们就可以走出这道铁门，去拥抱你们的胜利，去享受你们的梦想。否则你们就得烂在这儿。签了吧，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好好想想吧。
太剃头了，我们已经胜利了。
些挡在黑暗中的同志们，我们是幸福的。带走你，子健同志，凤娃就交给你们了。金小姐，妈妈，凤娃。起来。
我该怎么办？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之下，国民党川东防线很快全线崩溃。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孤注一掷，下令实行破坏、屠杀、潜伏、游击战四项任务，要将重庆变成一座死城。此时距重庆解放还有五天。无畏的
青春是在流淌，我看见了你年轻的生命燃烧着火，火光中是我们不灭的心。哥哥，回去。
放仅有三天。醒醒啊！我能挽救，要是我能跑得再快一点，要是我们再早一点攻进城里，也许你们就能看到胜利的旗帜了。11月30日，在最后一批死难者牺牲不到24小时之后，重庆解放。
忘了我吧，我是那炊烟，温暖着幸福人家。忘了我吧，我是那春风，轻抚你满头的秀发。忘了我吧，我是那月光，陪着你走遍天涯。忘了我吧，我是阳光下盛开的山茶花。忘了我吧，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忘了我吧，我是那自由的风，吹过江面。忘了我吧，我们幸福的笑已经洒满人间。忘了我吧，替我们好好享受那幸福的生活。面对死亡，从容不迫，慷慨就义，这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情怀，何等无畏的勇气。记住他们吧，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却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永远地倒在了黎明前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笑容，他们的信仰，在烈火中，在丰碑中，在我们心中永生。他们是满腔热血的少年，囚牢里他们写下一封封家书，句句滚烫，字字戳泪。后来他们长眠黑夜，浴火永生，七十余年山川同念。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用最崇敬的方式接英雄回家。1949年11月，解放军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动进攻。11月27日，国民党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屠杀，共有300余人殉难，最小者年仅9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惨案。阴霾中弥漫着血雨腥风，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明天，但在他们每一个人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1127，70多年前，在中国，在重庆，在那个黎明前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告诉我们应该记住那一天。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刃脚下镶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姿态，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在今天，
们谁还记得挺进暴雨？我们谁还记得挺进暴雨那些激昂的语言？我们谁还记得挺进暴雨那些让所有热血青年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呐喊？我们谁还记得挺进暴雨字里行间的青春？他们一定要在烈火中永生。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并没有使你屈服，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独行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当我们拒绝这两餐没米饭的时候，当我们半夜被竹棒声惊醒过来，听着歌乐山上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向你保证，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绝不投降，像你一样勇敢坚强。同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我是陈建，我是刘国志，我叫杨汉秀，我是张丽萍，我叫胡作霖，我是王楚，我叫张静芳，我是黄显生，我是江竹君，我是宋振中。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人们都吃得饱，穿得暖吗？都有书念，都有学上了吗？人人都能吃上米花糖吗？它甜吗？有，都有了。人们吃得饱，穿得暖，民富国强。你们回头看看吧，看看现在的中国，70多年后的人们正在看着你们呢，你们跟他们挥挥手，他们也会对你们挥挥手。都忘了吧，你们已化作那月光，那清风，那盛开的山茶花，你们的理想都已经实现了，就让他们替你们好好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吧。替我们好好看看那外面的精彩世界，观众朋友们，再见。